我们第一次见面，那一开始的话我也没有特别分享一些心路历程，那往后有没有合作的话呢，如果大家再关注177，那就看公司有没有安排。那你个人意愿呢？个人意愿不排斥，但就是还可以再讨论这样子。当下心情是有点难过还是？难过吗？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知道，就依规定来讲的话，因为依规定来说，他们这样办理我是能够理解的啊。而且就像我说的，军中有他们可能比较或者一部分民众没办法去正视这件事情，他们可能觉得这个是不怀荣誉的事，还是不堪入目的事，所以我还是能理解他们的想法。难过倒不会啦，因为对我认同的事情，人家不认同，我不觉得怎么样啊。所以那当初预料到会这个结果，就是当初吗？也是有想过，但因为其实当初我在做的时候，我想过要怎么去。算避责吗？侥幸心态吗？但我本来想说应该是不会到这么严重的，那最多我就可能自己如果被知道了，那我就因为我前面没有我都没有去表明西西跟海东这个做挂钩，我没有去表明出来嘛。那如果真的万一被知道，我可能想说那我就自己半退伍就好了，不要造成人家的困扰。但是没想到事情发生这么快，被知道之后是我就先被开除撤职掉了这样。那你在拍片，其实自己在拍片拍了多久？就是比较分享你的比较私密的影片，是大概长达多久的时间？感觉应该有个一年多了吧。这期间都没有被认出来，被认识的。其实我原本的心态是因为我马脸，甚至可能露一个眼睛，或者露到一个嘴巴好了，因为我有马脸。反正很多人学弟也好啊，同事也好，后来跟我说，其实你把脸麻起来，那身体一看就知道是你的。但是在之前我的心态觉得反正你觉得是我那是你觉得，只要我本人不承认都是你觉得而已啊，所以我马脸就好了，我当初是这样。所以就算有人曾经也有人好像有要尝试想要试探认我，但是我就装傻不知道啊，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只要我不承认就没办法说那个是我。但后来是因为事情出来之后，上级是这样调查，我也不想把事情弄得太复杂，然后我就承认了这样。那你之后在这边的话，它的尺度会是有码吗？我本来在推特，我只有重点部位打码，然后到付费平台就是只有脸打码。那在这边的话，应该最多也就是脸打码这样嘛。就是脸打码是你的底线就对了。对啊，对，什么时候才可以解放？真心吧。他就不是个什么加分的东西，我觉得不需要露，他不会是个加分的东西啊。所以你要靠这边的收入来去提升你的脸。没有，这么讲还真的没有啦。我们认真我没有要整形啦，没有啦。我意思说，我不露脸，只是觉得他不需要露啊。底线，没底线露脸吧？这到底是多非常大的？对啊，对啊。虽然就是好像。对，有没有漏就都没差，但就不要破坏画面。那算过你总共约过多少女生吗？有超过百吗？应该没有那么多啊。50。我自己觉得我就算是个，你就当50应该没有那么多了吧？50很多，就是可能女生换比较快的感觉嘛。因为我真的可能有些人像在推特上，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我这样子好像会不会很乱？但我自己是认为，我比那些每天去夜店，然后就可以带女生回家那种人拍的干净多了。我觉得我的是，因为我必须要跟对方有认识嘛，然后要有点交情在，有熟识度，所以我也不是我并没有办法，他长得正，他怎么样，他我可以，他我也行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。还是要感情基础，算感情基础吗？熟识度，要有点要熟人，熟人你可以对他放心，你信任。对，应该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那。一开始的话，我也没有特别分享一些心路历程。那往后有没有合作的话呢？如果大家再关注177，那就看公司有没有安排。那你个人意愿呢？个人意愿不排斥，但就是还可以再讨论这样子。哦。就是我想问，
其实你现在也有一点像前辈，然后看他这样子，然后也加入到同一个地方，然后之前你发生的事情虽然那个不太一样，但是你也是有被部队的长官约谈什么什么，然后面临一些的，你会你现在听他这样讲，你会有什么心情？不过我觉得大部分部队的长官人都蛮好，都会以保护我们为优先。那也希望，我相信他一定是做好准备，他才愿意面对大家。那也希望大家，把重点放在就是国军在目前中共情势下还是很辛苦的在陆地战备。对，那因为我们已经退伍了，所以就不用再把我们就是。把我们跟国防部画上太相近的那个，那大家多支持国军，国防才会好。